那是上课的方式，受到疫情影响的，还有学生的毕业典礼和毕业旅行。河北实验学校为了袂让囡仔留下遗憾，今年的毕业典礼是采用实体和线上做伙举办的机制，希望这次和毕业生的高中生活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对老师手中接过毕业证书，代表着高中生活完美结束。河北实验学校校长吴新宏，民国111年6月10日。三年虽然遇到疫情，然后当中可能遇到一些挫折，然后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跟在学校跟大家一起解决，可是很庆幸的是，就是毕业典礼可以在这边实体进行，对，大家都可以考上大学，好的大学，去想要的大学，毕业快乐。河北实验学校校务主任张立宏表示，疫情让各阶层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冲击，学校更加是变化上侪的环境。为了袂让毕业生留下遗憾，因此学校决定举办双轨式毕业典礼，互外地出席的师生也当透过网络做回来参与。国立河北实验学校于今天办理110学年度的毕业典礼。那因为现在的疫情的关系呢，在学校全体师生，还有我们的家长会长，然后还有我们的毕联会的成员做了讨论之后呢，还是期望能够给毕业生在人生当中留下一个美好回忆。所以我们在校内所有的防疫措施做好万全的准备的情况之下呢，还是采用实体及线上双轨的模式来办理今天的一个毕业典礼。那今年的毕业生呢，一共有189位的毕业生。那今天虽然有部分的学生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到场来做实际的一个毕业典礼的实体参加，但是我们还是用同步线上的模式来播出，那一样给他们做一个无限的一个祝福。那期盼今天的一个毕业典礼能够一切顺利圆满，那也让所有的学生呢，透过他们在学校这边所学的一切，在未来的生活赶快共同来携手打破这一次的一个疫情，然后创造美好的一个欢乐时光。感谢学校的用心，在疫情这么严峻下还能举办实体和线上的毕业典礼，让毕业生多了回忆，没有遗憾。感谢学校这么用心，校长还是在线上关心的我们毕业生，在这里也祝福各位毕业生毕业快乐。河北实验学校校长吴新宏今年也是线上参与的人员之一，他表示因为家里人染疫，自己每天快筛虽然是阴性，但是为了校园环境和学生的健康，他目前正在自我隔离当中，因此也以线上的方式为孩子鼓励。今年因为疫情持续的影响，我们还是遇到了很多的挑战，但是我想就是因为大家的团结，我们克服了困难，现在还能齐聚一堂给孩子们祝福。我想这一场毕业典礼的回忆大家应该会永生难忘，这边也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虽然校长也受到疫情的影响，那因为家人确诊，所以需要采居家在线上主持今天的活动，但是我想这也体现出我们这一届毕业典礼的特别，以及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大家的与众不同。怎么与众不同？各位知道吗？你们是108课纲第一届的学生，你们在这几年的学习遇到的是全新的学习模式还有考试方式，而且你们也遇到整整3年新冠疫情的影响，还有大家苦等不到的毕业旅行，甚至到最后上课这几个礼拜还是要采线上的教学，所以也因此我们学校所有的师长还有会长还有家长，大家有个用心的规划跟决定，就是最后的这一场毕业典礼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安全健康的条件下，那可以实体的体验，那向我们同班的老师跟同学道声珍重再见。今年河北实验学校办学生节真好，相信这囡仔未来一定会当发光发热。新竹学生新闻李明宏河北采访报道。